是，您是说他呢，是说我呢？这是。刚才是张云雷、杨九郎。对，杨九郎今儿还过生日，挺开心 啊。待会儿到后台找个蛋糕糊在脸上，净憋着这个。让他们俩休息一会儿。又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。再说一段，合作半辈子啊，我们俩是一条船上的蚂蚱。什么？不是。老话，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辣子，不是一蚂蚱的辣子，一你要说什么？一裤衩辣子什么呀？一船的袜子。不行了，别说袜子有辣子。行了，辣子蚂蚱，一条绳上拴的蚂蚱啊，对，一条绳上拴的蚂蚱。对了，对，就说我们哥俩就这个交情，就这个好，不错。他疼我，我疼他，你说要不怎么叫交情呢？他真疼我。举个例子啊。比如说我说哎呀谦儿哥你有没有充电宝啊，干嘛要借充电宝，我这没电了，充电宝手机没电了，就所有人都不会理我的情况下，谦儿哥也能站起来。你想我借呀，哪怕谦儿哥这会儿发高烧45度，我这干嘛呀，老白干，我这是，而且正输着液啊，吸着氧，下着胃管，我这要死，我这个全拔了啊，都拔了，是也要回家给我拿充电宝去。我疯了是吗？我一出门啊，打雷，咔嚓一个雷劈脸上，劈脸上还站起来往前跑，我这胃管在地下耷拉着呢，可能咵掉沟里了。好，打沟里上来还往家走，哦，来大汽车，砰，还撞一下。撞脸上了，啊，站起来还往家走，我就死不了。哎，到家拿充电宝也回来，拿着了，给我送充电宝来。啊，一进门，给你，应该的，不叫事儿。你瞧瞧，我能感动的眼泪哗哗的。那是啊，接过充电宝，把那线找出来，哦，插在我的充电宝上。你缺德不缺德呀？你不是手机没电了啊？就说他疼我。啊，您到底疼我呀？您也得，我也疼他呀，是吗？前两天演出，他告诉我，太难受了。怎么？难受？我说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智齿。哦，智齿是疼。我是没长过智齿，但我听好多人说，智齿疼起来难受。是吗？我就急得跟什么似的。您怎么办？我送谦儿哥上医院，看看。咱有朋友是到医院，大夫你说啊，多少钱？多好的机器，想方设法让谦儿哥别这么难受。对，智齿疼起来要命。大夫有方子吗？大夫给他检查啊，检查完了，这个分内治和外治。你火太大了，知道吗？另外，以后在洗手间不要坐的时间太长。您说那是痔疮，我这不是智齿吗？怎么还上厕所别太长时间呢？他其实痔疮，他没说明白。嗨。我干嘛那么嘴不利了？没说明白，就说这个意思，就我们哥俩就这种好啊，是超乎外人想象的。对了，一块说相声，俩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是，相声是语言的艺术。什么叫艺术？什么叫艺？什么叫术？这还分着解释吗？演员的能耐叫艺，把术能够卖出去，这是完整的艺术。术指的就是能把能耐往外卖。贴出于谦的名字来，观众坐满了，是，这叫有数。坐在那儿一瞧，您有能耐，这叫有意。单有意没有数，那叫诈骗。哎呀，我这个艺术这么好，那么好，观众听完了都能学好了，听完我你们就是圣人了。但是一说卖1毛钱一张票，观众骂着街就走了。呵，你这不叫艺术，不行，为你花1毛钱都不值，你再说别的，没有意义。所以有意无术叫诈骗，有术无意是商贩。做生意只能卖钱，但是实在是没什么正经玩意儿。这个不灵。非得是有意有术，这才全面。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啊？两点，两点记住了。第一是活着，活着。第二是忍着。不，这两点就算你看，您在没有成功之前，才华等于狗屎。是啊，只有成功才能证明你的一切。第一，活着。
啊，嗯，对，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，你把那三个人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是啊，你瞧还这么解释，25死一个，31枪毙一个，42车祸死一个，啊，就留你连句人话都不会说，只要活到90，你就是艺术家。嘿，你看你有话语权啊。啊，这没人。那仨天大能耐让你弄死了，谁弄死的呀？就剩你了，你说什么是什么呀？哦，所以第一就是要活下去，啊，这对。第二要忍着，忍着是怎么回事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怎么叫忍？一时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哦，凡事哈哈一笑，忍到最后，嗯，退潮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。这嗨。这词儿用的，你不能坚持，你就不配成功。嗯，就跟唐僧似的，哦，路过9妖18洞，洞洞闹妖精，坚持到最后，你才能上西天。我上西天？不是，坚持到最后上西天见佛祖，你才能成佛立祖。哎，这对，对吧？我这些年越发觉得我很像唐僧，是吗？你看怎么？第一，我们俩都是替祖师爷打工。什么叫替祖师爷打工？替祖师爷干活，替祖师爷传道，哦，替祖师爷干活，祖师爷还不管饭，啊，哦，这不赏饭吃。第二，我们俩名字都多，都叫什么？ 你看他，唐僧、唐长老、唐朝和尚、玉帝、玉帝哥哥，啊，这都是名字。你看我也是啊。您有什么？啊，您比如说，就喊郭老师的，对，喊郭德纲的，嗯，啊，这个有的观众喊郭老板啊，哦，有郭麒麟的观众，他们管我叫爸爸。啊，有张云雷的观众管我叫姐夫啊，你叫什么都有啊，对，甭管真真假假，名儿很多。是啊，还有一点相似，就是我们都让妖精惦记着。您怎么都让妖精惦记着啊？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，嗯，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，这嘿哈真的。你打开头条，嗯，头条上有关相声的帖子，要不提郭德纲，他都没法发啊。这段相声郭德纲都快笑死了。这段相声郭德纲也不会，哦，老得挂上我，其实点开的里边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是吧？啊，挺好，如果你有被人家利用的价值，说明你还可以，这有存在的价值，这点我们很认同。最重要一点，就我跟唐僧有一点特别相似。还有哪儿啊？他身边有个猪八戒。哦，我呀，这别拿我比这个，打小，嗯，我们就在一块儿，是发小。那会儿曲艺团啊招学员，是我们在一个培训班。当年这个班是要放在戏校，嗯，在戏校里边，为了用人家的文凭啊，是上文化课，嗯，其实那会儿也挺不容易的。那时候是，我寻思那会儿我们十几岁，嗯，去趟小卖部，啊，拿5块钱，牙刷、牙膏、什么糖、方便面啊，好家伙，一大堆东西。哎，对，买一堆。现在不行了。哪儿现在贵了？现在他们装监控了。嗯，偷去了是吗？小孩嘛，那嘴也馋，愿意吃点好东西。那也不能不。那会儿没什么好吃的。我们学校那会儿印象特别深。啊，我们那个厨子就得枪毙，然后救活了，然后再活活打死。嘿，好家伙，怎么那么恨人家？我们学校那个菜，好家伙，酸奶炒鸡蛋，啊，月饼炖橘子，哼，火龙果那皮炒菠萝皮。这瓤都哪儿去了？他们校长吃了都。好嘛，不容易。那会儿吃完饭，晚上吃完饭，那碟子拿着水龙头一冲就干净，没什么油。没有油。嗯，全学校一年用半斤香油啊，有这么一瓶儿，瓶儿里插一筷子，哦，筷子上绑一铜钱。嚯，哦！哎，这瓶儿香油在校长办公室里搁着，这太可了。每天厨子大铁锹炒白菜，哎呀，炒差不多了，一看快熟了，请校长。干嘛呀？校长拿着瓶子来，拿着筷子蘸一下，锅里一和弄啊，就今天的油钱就够了啊，和弄在里头。大年初一打半斤香油，是到年三十改一斤了。哎，怎么多出半斤？带回半斤水去。对，嗯，好，往回带。吃这个孩子们没有油水啊？那是啊，没有油水，晚上还得有晚自习啊，还有晚自习练功啊。嗯，7点到9点晚上，哦，有一练功房，四面的大玻璃，嗯，还得跟那儿弯腰踢腿翻跟头。但他不练，我凭什么不练？这俩钟头是人家孩子吃加餐的时候，我还有加餐呢，家里有钱呢，啊，家里有钱，一到7点家里边送零食来了。我们家给我送什么零食啊？有那么一大口袋，嗯，干炒黄豆。我零食吃干炒黄豆，10斤干炒黄豆，还不少吃。哎，10斤的干炒黄豆。嗯，拿那个脸盆打凉水，3到5盆，
就喝呀，这俩钟头三盆凉水，基本上三盆，三盆凉水十斤干炒黄豆。嚯、哦、各位、一般的牲口吃不了，这废话，这拿我跟牲口比，于老师都能吃了，我这量大，吃完了我们给他抬着宿舍去、嗯、那会儿是八个人一个宿舍，八个人，但他自己占一单间，就身份的象征啊。不是不是啊，我们宁可一大帮人挤一个屋也得腾出一个单间来给他，干嘛这么闲乎啊？列位呀、嗯、十斤黄豆三盆凉水啊，这一晚上肚子里行开了啊，早晨起来叮当，好家伙，我们还没毕业呢，还没上班，凭什么让你崩死呀？什么叫崩死？那能崩得死吗？那个，所以没人跟他一屋啊，没人跟你，我们单独啊，给他让出一房，让他跟这屋痛痛快快放去吧。哎，没人管我了，挺好。就小时候学相声，世上最简单的艺术，是，但也是最难。也是，你也会说话，我也会说话，你要花钱听我说话。嗯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哦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。老师告诉我们，第一节课，嗯，记住了啊，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。什么叫钝刀杀人呢？这个就是老师的意思是说话要嘴里干净啊，对，得利落。不管是大剧场、小剧场，嗯，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观众的耳朵里，让您听清楚，不允许贪污掉一个字儿。对。如果说说话不清楚呢，嗯，就好比是一把刀子，它钝了，用它杀人是很疼的，不行吗？这个，哎，这么说你也听不明白。我给举个例子啊，啊，举个例子你就知道钝刀杀人有多难受。好，杀人的刀得快哦，比如说于老师，我又是我，我怎么了？也不是又是你，因为说别人也没有意思啊。是，你说我，只能说您，大家也开心啊。那您说吧，我也开心啊。您一直就开心那、嗯、为什么要说于老师呢、嗯、因为我们这行有规矩。是吗？啊，也有那个部分道德表演技术家们。什么叫技术家？指责郭德纲，您在台上老说人于谦的媳妇儿，说他爸爸如何如何、嗯、列位，你们以为我在台上说他媳妇儿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啊，你就那么开心啊，就让我看出来了。您这，我小的时候说相声，嗯，我学的是捧哏，是哦，这儿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，捧哏十年，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混逗哏演员，嗯，谁站这儿谁说我，哦，他们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们家怎么着，嗯，您也不用别扭，哦，我们谁站在里头谁来这活，是因为你挣的是这份钱，这是角色，就跟唱戏似的，嗯。这个老艺术家唱小生的，到95岁他上台，他演这活，他也是个孙子，也没胡子吗？谈不到不尊重他，对，挣的是这份钱，嗯，就跟看电影似的，哦，啊，电影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，嗯，这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，嗯，话剧舞台上当一枪，这躺地还哆嗦，你知道是假的，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？这对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呢？嗯，嗨。一说一乐的事儿，别信，对吧？嗯，就说这个，举例子嘛。您举例子，钝刀杀人怎么回事？于老师，啊，拿我举例子。大年三十的时候，就过年了，过生日，嚯，这双喜临门。而且今天你们家刚买的大别墅，乔迁之喜，这是三喜。而且嫂子出去2毛钱买张彩票，中了7000万，这是多大的运气啊！这是，你的儿子。美国博士毕业，哎呦，今天回国啊，带着女朋友，好事都赶上了。女朋友她爸爸呢是世界首富，这了不得了，全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。那是啊，桌上菜都摆齐了，嗯，上了一条鱼，哦，于老师一筷子下去，嗯，打鱼肚子里翻出一个大珍珠来，这是我的了，万年不遇的好事都赶在今天了。是，我也来了。您啊，今天是您过生日，您带礼物了吗？我得拜寿。太好了，我买的礼物还没有送到。哦，在网上下了单。嘿，我给您买的是印度三宝。怎么叫印度三宝呢？正说着门开了，啊，拿来了，这来印度的美女，嚯，20出头一姑娘，好看，
你瞧瞧，这点一红点儿，哦，拖着这个礼物，这个印度三宝，于先生你好啊，这是保定来的，这个，这不是印度来的，正经印度美女啊，留保多年，留保留学保定，嗨，往那儿留什么学呀？俺们公司让我送礼物来了啊，好家伙，印度三宝，怎么回事？打开包装一瞧，里边。是一个印度的檀木桶，啊，这檀木是一宝，印度的檀木很好。对了，这么大一桶，嗯，这算一宝了吧？这算一宝了。桶外边抹着一层咖喱，这玩意儿能抹到桶上吗？这个二宝，咖喱是一宝，一掀盖儿，这是满满登登，就这一桶，嗯，印度神油，好家伙，这玩意儿有拎桶送的吗？哎呀，三宝都齐了。啊，于老乐坏了。是啊，谢谢。哎，蹲蹲蹲蹲蹲，这喝了，我这不至于。开心，大伙儿都乐，这都好事儿呗。印度美女这一乐呀，于老师怎么这么好看呢？喜欢她，而且我老看印度电影，女的这儿都点一红点儿，这是风俗啊。我也不知道点的是什么。是，我能摸一下吗？喝。啊，姑娘说您摸一下吧。啊，那就来。于老师拿手一 K， 啊，红点掉了。嗯，里边俩字儿写着特等。什么叫特等啊？这是我公司的这个抽奖，哦，特等奖。哎，哎，抽这个 K 下来完了，特等奖。这特等奖是什么呀？特等奖简单，什么？就这印度美女以身相许。你瞧，这太好了，这个，你这玩意儿，这个印度美女也高兴啊。啊，那是啊。哎呀，没有想到大今儿起都是你们家的人了。哎，对。啊，让他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咱们一块儿过日子吧。哎，得了。于老师高兴，嗯，我嫂子不高兴了，那他不干了。凭什么呀？不行啊，走，不让来，不允许。哦，哎呦，家里乱套了。哎呀，我也跟着劝吧。那是啊。这会儿功夫，100多官兵来了。官兵干嘛来了？你瞧啊，于老师，哦，跟我们走。这是今天杀头，我都全。白高兴了，前面那怎么办呢？人生大喜大悲啊！啊，跟我们走，今天要杀头了，这叫砍。哎，那为什么要杀我呀？就是啊，什么罪过？因为不知道。哦，哎，大人说了，先杀后问。不，那还问什么劲呢？你得说说我什么罪名？罪名就是带你走去解释一下，什么叫钝刀杀人啊？哎，这好嘛，就为这事儿给于老抓走了。哦，屋里边一下就冷听下来了。那是啊。大年三十，嗯，这么些个好事，没想到突如其来出了这么一个恶事，全没赶上。儿子跟女朋友做对联，哦，我也坐在这儿傻了。还有你这边坐着嫂子，这边坐着印度美女，嗯，全有。我们五口人跟这儿呆若木鸡，有你什么事啊？跟这掺和，劝也不是，不劝也不是啊。到最后，嫂子擦擦眼泪，她说什么呀？哎，嗯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可不是吗？难过也不是办法，嗯。意思就是儿子，行了，别哭了。哦，啊，端杯，先敬你小妈一杯。嗯，这就认一个是吗？你看我们几个人，这年还得过呀，怎么过呀？其实心里不是滋味啊，难受啊。啊，包饺子吧，是吧？这是难受的做法啊，肉的、素的、鲅鱼馅的，嗯，简简单单弄了7-8种馅的饺子。好心情，这是。其实心里难过，没瞧出来。哎呀，包蒜啊，嗯，弄腊八蒜。弄醋啊，真全炸辣椒油。对，啊，嫂子说我吃那是萝卜馅的饺子。哦，给他泼点芥末，真讲究。萝卜馅饺子蘸芥末。对，啊，嗯，哎呦，还得卸点那个咖喱的汁儿。嗯，对，那边还印度娘们呢。嗯，来吧，嗯，酒都打开吧。是啊，红酒、白酒、啤酒，这全真全开开了，这心里不是滋味。哎，喝吧，别哭了。那年三十来打开电视，嗯，看看春晚，今年有没有好相声啊？没有了，我都死了，哪来的好相声？我们这全家欢乐，一家悲痛的时候，你别把实话说出来。于老师已经到了北京菜市口了。这就要砍头，杀头得在菜市口。对，那是老杀头的地方了。来到这儿了，先给于老师把衣服都脱了。我干嘛光着了？杀头嘛，杀头就光了，脱个一丝不挂。哦，都脱完了。嗯，拿绳子来，这一根绳子双着下来，打脖子后边搭起来，往下一绑。哦，
俩肩膀这是俩花，哦，俩肘是俩花，是腕子是一个花，哦，这叫五花大绑，都是这么绑，绑完了，嗯，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。什么叫招子呀？电视剧你们也看过，嗯，有薄木头牌的，嗯，也有是竹皮外边带一白色的纸尖尖的，是写着你的罪过，写的是监斩人犯一名大流氓于谦。我说怎么光着呢？嗯，顺着脖子后边插进去啊，嗯，刽子手这啊，哦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是于老师撇着嘴，我说本忙，本忙像话？什么叫本忙啊？当官的本官啊，你不流氓吗？本忙不嗨，这就别放粪了。我这本忙啊，行了，跪好了，这一脚让他跪好了。对呀，啊，跪下。哎，让你跪下，谁让你撅那儿了？谁撅着？跪好，怎么又撅那儿了？哎呀，你要不踹谁撅着啊？嗯，这会儿折腾完了，天就亮了，啊！这会儿你想年三十拉出来的吗？哦，忙活半天，这会儿已经是大年初一早晨了。哦，菜市口这儿呢是北京厂甸庙会的那个入口的地方啊，那是庙会。全国来了60多万人逛庙会啊，谁打着过呢都得瞧瞧来。是，嚯，啊，好家伙，这就是那于谦，是，啊，是，嚯，嗯，真白呀，啊！我你看这干嘛？你卖票不卖票啊？你们这个都得从您跟前绕一圈啊，再逛庙会去。嚯，一眨眼的功夫呢就初七了啊！我展7天呢跟这儿，因为庙会是到初六，哦，到初六初七呢是工作人员们看一看。哎，对，这都看完了一下，啊，都看完了啊。嗯，有监斩官啊，还有监斩官。菜市口边上有一药店叫西鹤年堂，这是老店了，从清朝的时候监斩官都得在那儿搭一棚子。哦，北京有一句骂人特别狠的话，怎么说？你这病好不了了，那你得到西鹤年堂去讨刀伤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菜市口杀的头。哎呦，这是老话。是，监斩官坐在西鹤年堂的门前，哦，披着红斗篷。干嘛非披红斗篷？红的辟邪，讲究。带着一茶镜，还带镜子，或者水晶的，或者什么都行，带着个镜子。哦，就为了不看犯人。哦，把这哎，这斜身坐着。嗯，哎，一条时辰到了。哦，工作人员就过来了。嚯，请示一下。是，跟大人您回。哦，啊，时辰已到，该斩了。监斩官一回头，嗯，整啊，嗯，整整啊，别等的，还干啥？东北监斩官呢，这是给谁整的？削他呀？那什么呀？给切稀碎啊？还稀碎？稀碎包饺子？那我招你惹你？弄死他啊！赶紧！好家伙，刽子手一回头，拿着大刀，嗯，这口鬼头刀是肩宽背厚刃肥薄，杀人不见血光好，紫微微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就说他快，哆里哆嗦，颤颤巍巍举着刀，嗨，啊，怎么着？嗨，砍下去了，嗯，是不是吓一跳？没砍呢。谁跟你逗了？跟着，这话怎么吓一跳？哎，谁跟你逗？哎，尿了尿了！不用，吓都吓死了。这个，行，赶紧砍吧！你晃悠我干嘛？还玩吗？行了，行了，我这吓死了一会儿。一刀下去啊，这回人头落地，这完了吗？这脑袋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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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突然间停住了，停住了是？等红绿灯。哎，嗨。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砍头吗？我这个，哦，绿灯了啊！这人头咕噜咕噜噜又来了，过马路哦，再一扭头，我说人头张嘴了，我说好快的刀啊！嗨，我也太贱了！哎，这就杀人这刀得快哦，要钝刀可就坏了。钝刀不行吗？前面都不变啊啊，还是我们五口人幸福的生活，就别提这五口人了。于老师已经在菜市口展览了6天了，啊，那是你们幸福了啊！到这天了啊啊！启禀大人，时辰一到，这就该砍。大人一回头，整啊！哦，哎，这还等啥呀，啊？这东北官还没换呢啊！削他呀，弄死切稀碎啊！行了，干嘛我招你？赶紧别等他了。你们的热情感动了我啊！还有啊，您就搁这儿吧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哎，您这么一喊，我就知道你是谁的观众了啊啊！你看看，每一个观众的称呼就代表了你喜欢的演员。是的啊，你看，张云雷的粉丝喊姐夫，哎，行，嗯，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。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，谁说的？没有，
都认识吧？啊，中国相声界著名的相声演员，不敢当。那么我们，我，什么？没听见？哎呀，没听见，你乐什么呀？你乐代表着礼貌，但是真没听见，好几千人，我知你说的是什么。谢谢吧，啊，来到这儿演出，心里非常的高兴。哎，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我叫郭德纲。客气啊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您各位的支持。是，着重的要介绍一下。哎呦，不敢当。这次来到长沙呢，赶上还下雨，我一看这个天气啊，你先下雨倒是也舒服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潮啊，哎。跟您商量点事儿啊。好的，以后不打算介绍我呀，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行吗？这不用介绍，都认识。是，都熟啊。啊，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。不敢当。姓于名谦，字麒麟。啊，我怎么跟你儿子叫一名？你跟他不一样。我新鲜呢。他行大啊，我行二啊，还是儿子吗？我要批评你啊，要是两个年轻的演员，一个五岁的，一个六岁的，是站在台上说相声。嗯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你的爸爸，观众会觉得很厌烦，人家不爱听。这个为什么非要用伦理来找包袱呢？讨厌，这贫了。这个两个孩子不可爱，就是。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，谁是谁的爸爸，怕什么呢？对，那不成。不，好，什么岁数，这个也得弄清楚了。姓于名谦，哎，没有字是吧？对了，现在起名没有字了。也对啊，嗯。啊，你英文名字叫什么呢？英文名字更没有了。你看看观众，你看看，是有热心观众知道吧？啊，你为什么没有英文名字？不对呀，我怎么就非得有英文名字？我小儿子还有英文名字呢。是，那是你儿子呀。我就没给你起一个吗？你凭什么给我起一个呀？我凭什么就不给你起一个呀？嘿，你这显得我偏心呢，是怎么着？你打算怎么着？起一个呗。你我小儿子叫安迪，是，这都知道啊。你叫乔治，我怎么叫乔治？你姐姐叫佩奇。嗨，我们这姐儿俩还都社会人，你看，小猪佩奇身上纹，掌声送给社会人。嗨。没有那么社会。我那小儿子真叫安迪，这是实话啊。快四岁了啊，临出来的时候可舍不得了。是吗？我说你在家听话啊。哎，你从那边说去行吗？这个人就没意思了。爸爸出去演出去了啊。哎，这差不多。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还是我呀，这个非离不开我这边。哎呦，挺舍不得啊！你看郭麒麟大了啊，就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他不显了。这三四岁的孩子是最好玩的了，这可人疼啊！大家听话，不许淘气。哎哎呀，要有礼貌，是说话不许撒谎，这是对的。撒谎长长鼻子呀？怎么还长鼻子呀？木偶匹诺曹，这是个童话故事。一撒谎鼻子就长了吗？先这么跟他说。哎，长大之后再给他讲道理。对，记住了啊，长鼻子就是撒谎，就不好。教完他了，嗯，过了几天带他去动物园。哦，进门看见大象，他急了，他怎么办了？你不要脸呐！谁呀？撒谎啦！说大象长长鼻子了。小孩天真，小孩可爱。嗯，看看他，再看看咱们，很感慨。怎么？我认识于老师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，这年轻，这一晃半辈子过去了。是，于老师也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。嗯啊，我这一下埋过去了，我这个，不有一句老话吗？土埋土埋土埋半截儿啊，土埋了半截儿的人了，这可以这么说了。这个人是倒着埋的。哎，好嘛，还不如过眉毛呢。你这，哈哈，希望您健康长寿。谢谢您。但是岁数大了，跟年轻时候没法比，那差着行势。我二十多岁站台上说相声，嗯，不知道累，就是年轻啊。真的啊，这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跟假的是一样，有体力。哎呀，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，就是年龄大。连他媳妇儿都说我，我媳妇儿就跟你们猜到了似的哈。我媳妇儿说你什么呀？
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。谁说的？这这句话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高峰的媳妇儿也这么说。是啊，孙越的媳妇儿啊，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这么说。嘿、哎，好人缘这么好，那净交朋友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是十五六岁到北京去发展。哦，当时很羡慕于老师。羡慕，我们是叫北漂，对，漂在北京嘛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是没有固定的收入。哎，演一段相声当年是15块钱，那时候也算不少，馒头1块钱6个嘛。哦，一个工人一个月才挣300。嗯，当时这个状态。哎，那会儿羡慕他是因为他在专业的曲艺团，我有单位，一个月挣800块钱，那时候就算有钱人了。后来一想，人家应该挣800呀，我怎么就应该挣800呢？有个成语说得好，怎么说？千儿八百呢？哎，嗨，哦，千儿八百就说我应该挣800，很羡慕他。哦，于老师有钱啊，嗯，戴着一个绿宝石的大戒指，嚯、哦，绿宝石啊，叫祖父绿的。哦。祖父绿的，那绿的都不等会儿吧？您说错了吧？怎么呢？那是祖母绿的呀。让祖母绿的，那还是祖父绿的，那就是。不，那叫祖母，叫正字叫祖母绿。哎，反正个绿宝石。是的，胸前还带着一块绿宝石，这多有钱，这么大块啊，水头都荡漾。这水头怎么还能荡呀？走近了留神看呢。什么呀？风油精。嗯，嗨，哎呀，我带着他倒不招蚊子。我这个当年他是我们这帮小兄弟的老大哥呀。我就是长几岁嘛，都是我的兄弟。哦，我讲话顺我者昌，逆我者嫖。你瞧，我把上下游都给把住。嗯，不听话我就诅咒你们。还诅咒呢？组织人揍你们。什么词儿啊？这是不行街。不行街是不行就骂街。这都跟谁学的呀？说我们，但是真疼我们。该疼就得疼啊。吃饭去人家花钱，那是应该的。喝茶去人家花钱，老大哥吗？喝酒去人家花钱，有钱就给。哪怕去那个地方、嗯、也是他花钱。你等会儿去呢。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猜错了吧？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？啊，你是不是以为去图书馆呢？哎，嗨，咱就别打哑谜了，行不行？对我们真好啊！是，走，今天带着你们小兄弟一起啊，去泡温泉。那时候可高消费了，带着我们泡温泉是。到那儿之后还泡不了了，怎么呢？锅炉坏了。哦，那是温泉吗？那个、嗯、拿锅炉烧水叫温泉？水是凉的，没法儿。算了吧，啊，带你们去动物园玩吧。随便去哪儿都行。带着我们到动物园。哦，一进动物园看见大象，嗯，于老师急了。我说什么？你不要脸呐！哎，你撒谎了。行了行了，我爸爸告诉我了。没有啊，生我养我的亲生父亲。行了行了，这这我非得砸瓷似的，这关系是怎么的？哎，怎么了？这是可爱呀、啊！啊，每天看他这么花钱，后来我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哦哦，我说于老师，嗯，我也不知道您家里边祖上是崔玉贵啊，还是安德海？凭什么呀？还是李莲英啊？非得是仨太监？您家有钱不能这么花。您的意思是做个生意干点什么？我劝我干正事儿，否则话是一座金山也有花光的时候。坐吃山空吗？当然。嗯，我这是皇上不急太上皇急。嗯，这叫什么话呢？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对，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对了，他父亲就坐在旁边啊。老头点点头。是，德刚说的对呀。哦，同意，你是应该干点什么了。哦，当然。嗯，我这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嘿，他搁他身上了这句话。于老师想了又想，决定啊，要创业做生意。我要做什么生意呢？他准备弄一个文化公司，自己拍电影。哎呦，这上来就拍电影啊。其实好多人是反对的。
不同意。你说相声，你拍电影，你这是外行啊，你不懂啊。于老师说了，我这叫跨界，有这么这个词儿，跨界营销才挣钱呢。能挣钱吗？过去有句老话说的是隔行不取利，有，但现在是隔行才取利呢。就取隔行的利。也对。怎么？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是卖糖的。什么糖？红糖、白糖、冰糖、砂糖。是糖就卖。卖糖发了财了。是后来就跨界营销了。卖什么了呢？卖胰岛素。这也是之前缺了德了，这可能最近差点让一帮糖尿病患者给打死。好家伙，这灌人糖来了。跨界营销啊，于老师说做就做。我能做好吧？但是一上来得先找一个剧本啊，拍戏一剧之本必须好。哎，巧了啊，于老师有一个好哥们儿就是一个大编剧。还大编剧？学历很高。他是什么学历？马小毕业。做麻辣小龙虾的。你说那是夜宵？不，马小是麻省理工附属小学。哎嗨，人那儿有附属小学吗？写过很多的作品。哦，还有作品。最出名的是一个专题纪录片，叫什么名字？舌尖上的足疗。多恶心呢，这名字。这戏写的啊，咸丝丝儿，那就是该洗了。那就是他写过一个外国题材的电影，名字是《罗密欧与罗密欧》。俩罗密欧。叫什么？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《罗密欧与伽利略》。谁呀？《罗密欧与祝英台》。不对，《罗密欧与小白菜》。胡说，罗密欧这娘们逮谁跟谁啊。哎，好嘛，太乱了。这个他写过一个古装题材，古装题材的名字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大太监说明天见。这听着就那么贱。这个这次一听说于老师要拍戏了，开心坏了，高兴了。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文艺题材的电影。文艺题材啊，名字就很吸引人。叫什么呀？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嗨，哎呀，不，这名字这后半截太水了。这个于老师感动坏了。是吗？太好了。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啊。这个戏是不是照着我写的啊？我就是他娘的蛆啊。这怎么的意思？决定了，就拍你的这个故事。用这本子了。一说用这本子，啊，编剧开心了。哦，把这一坨剧本就拿出来。一坨剧本干嘛啊？一摞剧本。一摞剧本就拿出来了。哦，编剧说您放心，是只要你拍我的这个戏，嗯，我保证它会是史上最好的电影。史上最好。哦，那就说这事儿成型了是吧。这刚明白。这一大摞剧本啊，一摞一摞没有那么摞的。这一摞剧本是纸。行了，有剧本了啊，需要找一个导演。导演必须，导演是一个跨界的典范。又是跨界的。最早是一个律师。哦，后来由于业务太出众，被同行记恨哟，所以不让他做律师了。业务出众应该让人做呀。太出众了。怎么个出众法呢？有的案子可能要判半年。哦，有的一年半。是有的要判两年。严重了，只要到他手里边啊，最次是死缓。哎，好嘛，啊，他往死了给人判呢。有好几个，嗯，马路上随地吐痰的，嗯嗯，过马路不等红绿灯的，哦哦，哎，然后他经过辩护，在法庭上就枪毙了。嚯，好家伙，这位整个一刽子手，这个双手沾满了客户的鲜血。哎呀嗨，那是别干了。所以那个行不让他做了，别做了，改行了，干什么了？做微商。哦，做微商行吗？三天挣了75万。你看人才还是人才，做得好。他净卖假货呀。假货还挣75万？卖假货让人把腿砸折了，保险公司赔75万。嗨，这跟微商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请的他来做导演。哦，他行。最重要的是需要找一个投资方。
对，有钱才能拍戏呢吗？没钱怎么干活啊？就说是认识了一个大财主，哦，有钱人，太有钱了，这叫金主啊！古玩店就开了八家，啊，这个了不得，古玩店，你要说饭馆开个十家二十家的不新鲜，那是，古玩店趁八家，这厉害了，古玩两元店，哎。古玩还有两元店，一进门啊，给你一个塑料的盆，啊，你就往里边放，临走结账两块钱一件，哦，但这个盆不能拿走，怎么的盆呢？盆十块，哎，好，他这古玩还不如塑料盆呢。嗯，人家说了，我开古玩店是闹着玩，怎么着？电影是我的专业，哦，还专业是电影，我本身是一个电影艺术中心的副心长。我都头回听说这职位啊！你看，副心长，你看，啊，艺术中心副心长，哦，长沙的沙长，湖南的南长，啊，南长就别长了，啊，南长也得长。嗨，我真没听说过。哎，这个你到我艺术中心来一趟吧。哦，该见个面。于老师去了。哦，一进门副心长等着呢。是吗？谦儿来了。来了。脱吧。哎，嗯。干嘛这个拍电影还没拍呢就潜规则了？你这净想好事。嗯，不是，这叫好事吗？这个人家那儿有一池子，池子是池子，有水，水里有鱼，这干嘛呀？都这么大的鱼啊，脱了鞋脱了袜子泡脚，鱼吃脚上的死皮。哦，他这有这个。嘿嘿，这个，对，俩人泡着脚。哦，你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呀？我这问一问啊。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行了行了，不用介绍。哎呀，副心长感动得跟王八蛋似的。呵，那就是王八蛋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对了，这个戏是按照我的故事写的吗？哎，别跟我抢啊。来，二蛆相争必有一伤。哎嗨，谁跟他争了这个？好，我同意给你投资了。这就给钱，擦擦脚，穿鞋穿袜子，咱们吃饭庆祝一下。你看看，就在旁边这儿，开了一瓶红酒，俩人吃饭。哦，一大盘子菜放在正当中。什么菜呢？红烧小鱼儿。嘿，咸丝丝儿。哎呵，哎呀，不要往下再说。嗯啊，谈谈正事儿。吃饱了喝足了啊，投资也谈定了。哦，谦儿说咱们再泡泡脚吧。是啊。副心长说泡脚可以。嗯，鱼可没有了啊。那鱼呢？咱俩都吃了。哎呀，我一猜就是你这现在需要就再找两个演员了。啊，哦，这个男一号和女一号，这可以找了一个女演员。找的这怎么样？很一般。哟，怎么一般呢？是一个模特。哎，模特最起码是漂亮，车模，你瞧车模更漂亮了，叉车车模，叉车要什么车模啊？还叉车的车模？长得好看，一般，反正这个啊，腿差点，怎么差点？罗圈腿。哦，这个倒不碍事儿啊。服装在版型上设计一下，它能折过去，不好折，怎么呢？要穿个旗袍，腿在外头。呵，哎呀，这坐汽油桶上了，这是这。背着个发动机就是一辆独轮车。好家伙，这么厉害！这个脸长得还行，好看。要是整容去，花两块钱就够。啊，那就不用怎么整。一块钱坐大公交车到那儿，大夫说弄不了，一块钱再回来。哎，好嘛，那就是没有什么整的必要。这。嗯，别的女孩笑起来很好看，她呢看起来很好笑。哎嗨，哎呀，实不怎么样啊。这个于老师很爱啊。我还喜欢，就是她，我这就定了，就是我还没玩过独轮车呢。哎，行行行，哎，我也是收藏家。那是，嗯，待会儿让她背着我出去跑一圈行了。别弄这个。哎，男演员得找个好点的了。对了，互相折一折吧。找了一个韩国的小鲜肉，哈韩风，我懂这时性时尚的这个。这个韩国的演员姓朴，你瞧这个姓就不太好。哎，这有人笑我，我得批评你们啊，你们不能想的那么窝窝戳戳的啊。什么词儿啊？
对吧？人家这个你到了韩国，人姓金呐、啊，姓朴，很正常，大姓儿啊，这倒就是一个普通的姓氏啊，姓姓朴哦，叫什么呀？不成。哎，你看这两个字一加上，这名就显得很正直了哈。哎，可以，有人跟他说了啊，你一定要在中国发展的话，就得改个名字。怎么必须改呢？你这个姓儿容易引起误会。这倒是，随便改一个，赵钱孙李挑一个，你就起个中国名吗？他说：“那我姓钱吧。”哎，钱倒是听着富贵。哎，改姓钱。哦，叫什么呢？不够，钱不够。我说怎么朴不成呢？你这，你这。这谁给他出的主意起这？你是一个殃脏的人。什么殃脏？嗯，这个人在韩国有影响啊，有名。哎，他拿过奖。拿过什么奖啊？韩国有一个金烧鸡电影奖。哎呦，做熟了拿走的。哎，咸丝丝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咸丝丝啊。但是挑剧本挑得很厉害，这是严谨啊。啊，差一点的剧本，差一点的戏不拍。宁可不挣这钱。11岁出道，闲了38年了。哎，好嘛，一个都没拍，合着净待着了。那是人挑他呢，天天跟家里边喝酒。怎么还喝酒啊？早晨一起床，放那儿一箱啤酒。哦，一箱啤酒多少瓶？大箱是24瓶。这24瓶啤酒喝完了，这一天就混过去了。这酒腻子呀。就是啊，清晨起来一箱啤酒往那一放啊，一数24瓶。哦，刚要喝。是于老师电话来了，哦，一说请着拍戏很开心，高兴啊啊！吉林大米比黑龙江大米大四米大，哎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，说什么呢？这是吉林的大米啊，比黑龙江的大米啊、嗯、大4个米那么大。哎呀嗨，这谁听得懂啊？这个废话，我可得会呀 啊！太开心了，哦，高兴，一下没站住，哦，啪，怎么了？坐在啤酒箱子上了。差点摔着，站起来再一看，嗯，剩23瓶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也不用，怎么喝都是喝。嗯，大瓶的。哎呀，嗨。就别说这个是大小了，还没开盖呢，这就不别细研究了，赶紧送到医院去。大夫吓一跳、啊、害怕了。好家伙啊，您这都伤了扁条线了。好家伙，这瓶是不小，这个演不了了。得怎么办呢？于老师说我自己演。对，我也能演啊，花钱捧自己啊，这钱花的也值啊。导演不同意。他凭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脸上有皱纹，那岁数问题。你这个年龄跟我想象中的那个男演员在年龄上差1个星期。哎，这导演要求也太严谨了吧。强迫症就这么细致。那没办法了、哦、给于老师送到美容院。哦，往脸上打一泡尿。哎，打一泡尿没听说过，皱纹就开了。谁的美容去打一泡尿、啊、你看你打这姑娘都是。不是，那姑娘打的您弄理解错了 啊那打一针叫玻尿酸啊，往脸上泼尿，然后啊，泼尿干嘛？玻尿酸，那泡尿是酸的。哟、啊，你喝了？谁喝那玩意儿？那你没喝，你怎么知道酸的呢？不是，山西人的尿是吧？你怎么琢磨的？你这是？湖南人的辣，我没听说。别，四川人的麻。行了行了，你看太恶心了。啊、我跟你那针，那针的名字真喝了，名字。明着喝的。哎嗨，我非喝这泡尿、啊、行了，反正脸上是平整了。哎，就是。行嘞、嗯、拍戏。哦，这开机了。太棒了，大型文艺题材电影。嘿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咱娘的蛆。行了行了，小电影院这个光这名字放不开、啊、名太长了，得2块屏幕才能知道什么戏。好嘛，知道吗？这个故事是一个古代的爱情题材。这还爱情？王子爱上了公主。我就喜欢这题材。你看那个车模扮演的是公主啊。行，我忍了。哎，车轮公主什么这名字？这哎，你扮演的就是王子啊。我演男一号。王子的名字叫嘟咕咕嘟咕噜嘟子。
这个不要在台词里展现了，这就太难说了，是吧？头一场戏就是隔着一座山，哦，王子呼唤公主，哦，我叫他，各部门注意，开始预备，开始。于老师说台词，我说：苍天呐，大地呀，嘿，老少娘们们。娘们儿们啊，老少爷们儿们，有爷们儿就有娘们儿啊。好，这全来了。我是王子，我的名字叫独孤孤独咕噜嘟子。这台词要合钱了。亲